吴千语呢日去到旺角街头为新戏《男人如衣服》派洗衣粉做宣传，虽然就是第一次在街头做戏，但是千语都说有工作人员在身边，所以都不是很担心会有咸猪手的。另外他仲透露吴信君曾经审问过他和林峰的关系，他亦都同阿毛姐解释话两个人是朋友嚟嘅咋。同埋他说有男仔介绍俾我，咁你见唔见啊？吓，见唔见啊？佢介紹俾你啊！哦，佢唔喺香港，所以佢翻嚟香港，佢好似喺加拿大。姑姐好熱心，成日都話介紹男仔，好開心。